味超强，吃来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当初射杀陛下，乃各为欺主，若陛下一并牵连，取其性命于江山社稷，无益。此言差矣，陛下，我看管仲乃是贪生怕死之人，若非如此，他为何至今不肯随公子纠而去，还要在牢狱中受尽折辱呢？那是因为管仲还有满心的抱负和理想尚未施展，若是此时逞一时之气，岂不遂了那些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小人之意？你哼，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此并不难的是受尽百般折辱却还苦苦支撑的韧劲儿。陛下，你初登基就是广大贤明之士，若是此时能网开一面，饶管仲不死，陈丹宝、管仲将助你完成大事，还望陛下三思。陛下，臣妾觉得鲍大人言之有理。那以你所见，给他什么官位呢？依臣所见，可封为宰相。荒谬，荒谬！陛下，管仲当初差点要了我们的命，若还让他，臣担心他再次图谋不轨，对陛下百害而无一利。罢了。管仲的才华寡人早就有所耳闻，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，今天寡人就遂了鲍叔牙之意，免其死罪。陛下赦免。不过这宰相之位，鲍叔牙，寡人觉得还是你来做更合适呀。是鲍大人合适。鲍大人，你又何必让一个废人凌驾于你之上呢？陛下，如果你胸无大志，只想把齐国治好，那我鲍叔牙确实就有这个能力。但如若您要成为天下霸主，则非管仲。交代，陛下，战局一开，眼下唯有认清局势，亡羊补牢，才是对百姓最好的交代。这是管大人写下的治国之策，请陛下过目。快快呈上来。管大人殚精图治，从目的行事。到兵法化学化学都做了详细的论证和强调，陛下切莫辜负了管大人之强暴。管仲确实奇才，竟有这般深谋远虑，到底是寡人刚愎自用，这才自食其果。而管仲却不计前嫌，现谋现策。鲍卿，你快快的管卿上殿，寡人必亲自向他请罪。生我者父，知我者叔牙也。
人生得此一知己，足矣。孤单，你就更加。